只要免费一次的，只要45岁以上的女性就可以去。所以刚刚好像大家有提到说，其实在去年有80多万的女性，她们接受这个免费的这个乳房的 X 光摄影。对对。那是当然是很不幸的，有4000多位女性，她们确定是罹患了乳癌，可是因为很早期发现，我们是说早期发现、早期预防、早期治疗，所以有90%的女性已经恢复她们最重要的健康，所以这也是值得提醒一下大家的，好吗？哇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太厉害了！你不做副署长太可惜了啊！讲得这么的专业哈，好，这个是一拍的部分，所以真的去拍一个 X 光片，子宫颈抹片，对，对不对？那子宫颈抹片，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可能生活压力大等等，或者是想说这个它的步骤是会是怎么样的，可能会担心，会比较害羞，对不对？其实要相信专业。那当然，在子宫颈抹片，我们也强调说，其实现在年轻的女孩子也不要想说这个好像离你很远，不去关注这件事情，其实30岁以上呢，现在政府也是每年有做一次的免费的这个可以做检查，做子宫颈抹片的检查，所以非常重要。那我还要再提醒一下，当然是等一下会提到的，就是说子宫颈抹片，然后子宫颈癌的预防，现在都可以提早。就是我们要提到的3、2、1。好，那刚刚讲嘛，二呢，抹片其实时间不会花很多，但是多做一次啊，比较有安心的感觉。那三注意是注什么呢？志玲姐姐，注意要注射，注意要注射什么？对，现在我们有，那我们要注射子宫颈癌疫苗，来避免 HPV 病毒的发生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那现在国中生、国一的小女生呢，可以接受免费施打，所有的父母亲还有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，那我们施打子宫颈癌疫苗。太好了，谢谢志玲的分享。所以呢，刚刚的一拍二抹三注意，就是代表一拍 X 光片，二做抹片检查，三呢就是去注射 HPV 的疫苗。非常谢谢，来拿着牌子拍一张，这个照片很重要哈、哦。谢谢，好，不要再管你的头发。爱自己，然后你才有力量去爱他人。那我也希望我们都保持一个最纯粹的心，永远保持赤子之心，然后有爱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怕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志玲的提醒。